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主要的内容和各位共同分享。这一世风雪路途遥。年度大戏《那年花开》岳正元开播，孙俪献唱片头曲《忘不掉》，第一个吐槽的竟然是邓超。听说他也唱了主题曲，这个真的是蛮吓人的，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啊，都开始唱歌。杨颖拍戏突发肠胃炎，张柏芝闹风湿拄拐行走，风光背后也是各种冷暖自知。我搭的那个，你想知道他说什么吗？他看完第一句话，妈妈，你买的保险了。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。79岁琼瑶亮相诉心酸。虽然大家要我拍照，我还是会尽量笑给大家看，可是我心里还是没有做。简单生活节原创不断，新人辈出，大会主席李宗盛喜忧参半。以前写过一个叫最近叫烦，里面我有一句歌词，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，还有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。